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五，佳瑞哥要去出差了，现在就变成一个人在家了。出来跟朋友逛街，鸡不在哪？应该这是 Level Two 吧？哦，对，Level Two。刚刚逛街逛得太嗨了，都没有拍。这位小哥哥他说不要拍他的脸，因为他今天没有化妆。就是这位米奇小哥哥，然后顺便讲一下，这位小哥哥就是上个星期放了我鸽子的小哥哥，还有这边小姐姐。小哥哥放鸽子，主要是因为小姐姐放了鸽子。我会把你们的那个 contact information 放这边。就是单身一定要把这打出来。这位米奇小哥哥是单身，大家可以。还记得这儿吗？对，是这样的。小哥哥介绍一下自己吧。还不到40。想找一个也是不到40。想找一个。好可怕啊。好了，总之呢，上个星期没有面基到，然后今天终于面基到了。我就打两字禽兽。大写的禽兽。现在是周一的凌晨1:27，睡不着。This explains some things. Do you have somebody in your life who's chronically happy? Do you have a coworker who's happy all the time? It's very irritating, by the way. And so sometimes you wonder, you know, that person is just happy all the time. What are they doing right? 大家好，现在是晚上9点我现在准备要去健身了。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去健身了吧，就觉得健身这种东西，你一旦停止，你前一个月健的身、撸的铁，就是你知道，那个肉是毫不留情面的，说找回来立马就找回来了。所以，你的每一次放弃，都需要一个重新的开始。好了，去健身了。没对上焦。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一，我们今天又拍演习攻略了。有好多我都觉得很好，这个也挺好。大家好，我是纯妃娘娘。哎，真的很像哎，她刚刚那样子讲话就真的很像。很像哎，很像，超像的。今天感觉很过瘾。又扮了富察皇后，而且还发现我还挺像纯妃娘娘。其实我觉得刚给我化妆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像有富察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颜色嘛。对啊。然后就觉得这边看也还可以，还有眼线啊什么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一上镜一下就哎纯妃，这就是镜头的神奇。好了，拜拜，小心开车，拜拜。行，然后。我等叫我给我发那个。好，拜拜。嘿，你现在要拍我吗？你现在要补妆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收工了，但是 Emily 在等她的司机过来接她，所以我就陪她在这边玩一下。你确定你是陪我？没有了，是我自己想玩一下。之前她买的这个蛋卷的夹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今天来玩一下，我觉得我这段应该不会剪进去。为什么要录？来挑战一下这个叫什么？很恐怖，这个因为它很大颗，然后我头很短。我感觉你要烫到手啊！我也感觉我要烫到手。我拜拜。哇，都冒烟了，好可怕！冒烟是因为头发里面有水蒸气啊。哇，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是不是？哎，就这个。
哇塞，得给大家示范一下日常的手残是如何烫头发。喂，看不到，是你瞄这么久都没有瞄，都没有瞄准的，我才觉得可怕。什么鬼啊？对，我觉得我里面可能就要拿那个夹板稍微卷一下就好。哎，哎，夹到了耶。其实应该多练习就很快了。嗯。哇，这个被正常女生看到应该笑死了。夹头发有那么难吗？而且是这么容易夹的一个夹板。蛮蓬的呀，哎，突然觉得好多头发哦。好，是你觉得这两边？哎，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这边好看一点？这边会不会太大卷了？这边好蓬哦，这边也太蓬了，这边就灰。我觉得现在好像一朵花哦。不是，刚跟大家讲，这边是 Emily 帮我选的，这边是我自己选的。不过那边是比较清纯的那种日系啊。哪有这边就是丑啊，这个卷度它就没有这么卷，这边怎么这么卷啊？你放太久了吧？啊，是吗？好吧，就这样完了就可以了。那要不然呢？不知道啊，随便瞧啊。反正我头发永远都没有烫到两边是长一样的，永远都不一样。哎呦 ，OK OK， 不要这个表情。好了，会不会太久了？我都闻到硫磺的味道了。他这么烫，怎么需要这么久？哎，会不会好一点？哎，好像好了一点，凌乱一点，凌乱一点就好一点。哎，现在好很多。哦，就剩下后脑勺了，已经没有后脑勺了。后脑勺更看不到了。那自己怎么弄？哇，这个应该来不了，这个真的夹不到，你就看不到要插到哪里去啊？可怕！不是，对镜子，你是很难看到那个，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在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成刘海太直了，对，但刘海没办法，刘海要夹直板，后面的就这样吧，后面的里面的就放了不。就抓一下就乱了嘛，就是这样随便搓一下应该就好了。这里面会不会有的太直？这儿的是不是太直了？可是也很难弄啊。哎，算了，放弃。大家好，今天是10月31号，今天是万圣节。今年的万圣节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是也没有 decorate， 就是也没有南瓜，也没有灯啊，什么都没有，因为家人都不在家。我现在呢要去买点糖，然后买点羊肉，今天晚上 Emily 他们过来吃火锅。这个好像我每年都有买吧。两包。1、2、3、4、5，5包应该够了。今天晚上做红焖羊肉火锅，你没有化妆好不好？你每天都没有化妆啊？嘿，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火锅的全景。只有两杯啊。带上吗？这位小朋友，你要糖吗？哇，你好可怕哦！这样拍到了，真的。喂。Get
帽子怎么能会比较真？哎，怎么办？吓到自己。你就可以当你去开门了。哇！就是那个人。是不是很多人了？要过来，室内 BGM 就过来了。Thank you. 有完没完了？你丢了一天，那就是五包糖发吧。拜拜拜拜拜拜，小心开车哦。要录啊？别再录吗？对啊，总要有个结局吧？你为什么每次都不给我录结局？拜拜。